大家好，我是手撑下古海。今天大家要去看一看广东十大风水宝地之一的许氏的九代富。九代富风水宝地位于我们广东省钩州市大井镇的大英山，在我们广东地区是非常有名的。的确，许老板也是富甲一方。九代富就是九曲水出名堂，其实是九死取一生。此地的来龙煞气极重，大坟下面有两个小坟，就是当时的两个杀葬工，地师是战与龙，坟中安葬的是他的丈母娘。现在大家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出发，看看九代富的风水和地理环境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门户，我们安排安台上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看右边，我们看看风水宝地的外形，我们两边的护院是啊。坐像，因为风水宝地建立很多年，所以说今天看不到风水的位置。我们看看来龙，我们退到外面去看看这个月星。我们在外面看看虎煞。飞过去看看来龙，我们在来龙上面看看周围的环境。龙煞这边看一下，再看看虎煞，我们退到外面去看一下。
我们重新飞回去看看月星。降低再看看这个月星，重新看看火沙，再看看明沙，好了，这就是这个风水宝地的基本情况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和走向上。